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请打一字。OK，好啦好啦，我们开始第三堂课的学习哈。我们的课程已经过了一半了，今天、明天、明天结课哈，后天我们开始练习，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们这个练习每天都在进行，是不是？刚才在课前呢，我提前10分钟过来了。我跟很多同学，刚才在的40-50个同学聊了会儿啊，今天很多同学在群内都发出了自己趴一趴三的一些回答，我尤其欣喜的就是在趴三这个部分，很多其实很难答的题，我觉得很多同学答得特别好，真的，很多同学真的说得不错，就是聊呗，对不对？很多同学上路上得很好，在路上走得很好，走得很稳，很放松，很轻松，很自然啊，真的就是一个自然流畅的在用英文沟通的一个状态。好不好？你们不考高分，谁考高分呢？一定记住，没有太多的限制，好不好？没有那么多的限制，自然流畅的跟考官进行聊天，在趴一、趴三这个地方，在趴二有可能会有一些限制了，但是限制会是我给你们的。OK，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趴二说的有逻辑哈，待会儿我们就开始讲趴二了。但是在趴一、趴三，一定按照我们前两堂课说的做，非常重要的10个字，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当然了，我们不只是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还有非常正常的一个回答的逻辑，对不对？观点、原因、具体总结，然后具体怎么具体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感受、降级、列举、挑一个呀，回顾过去等等这些东西。很多同学在群内答题的时候答得很好，有些同学有可能答得不是很好，答得不是很好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观点太复杂，太作。好吧，我有可能会用"作"这个词，同志们，你们不要受伤害，不要太玻璃心，好不好？OK，记住这个字就好了。太"作"的意思就是，你说的观点过于复杂，OK，不够一根筋，思路过于拐弯，一拐弯就会影响你的思考啊。你需要更多的思考，那这个时候你的英文就会表现不出来。请记住，雅思口语考试，考官只考你的英文，别的什么都不管。但是英文当中包含一定的逻辑，逻辑就思维顺畅，其实就是 OK 的。好不好？前两堂课我们讲的东西一定好好的复习。OK，我们开始今天第三堂课的讲解。OK，那同志们，我们今天和明天来讲解 Part 2逻辑扩展法的部分啊，Part 2的部分。事实上，我想说 Part 2根本没有那么难。很多同学觉得 Part 2特别特别难，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怎么去做。OK，如果你们真正的100%的按照我们今天、明天讲解的各种Part 2回答方法来做的话，Part 2我跟你讲，裸考都很有可能说得很不错的。但是我再说一遍，刚才我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们按照我们今天、明天讲的100%做到的话，很多同学有可能上课听了，下课不按照我们说的做。OK，这也是作。我的小祖宗是不是？杜老师说，我的小祖宗们，你们能不能听话？OK，所以我先定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今天、明天讲的。我在课件上讲的方法论的东西，你们听好了哈。再说一遍，课件上讲的方法论的东西，我希望你们中文给我背熟，好不好？方法论的东西，中文给我背熟。就比如说，我们后边如果讲到从上到下逐点回答4个段落要分开，请你们把这些中文给我背熟。OK，包括我说什么什么单点扩展一带而过。包括我说名词性小点回答加介绍等等这些东西，脑子必须记到滚瓜加烂熟，好不好？必须记到滚瓜烂熟。因为我们要做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雅思口语 Part 2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几个点的组合。 OK， Part 2你以为它是一个从头到尾说2分钟，在我看来就是一堆点，就是 who 一个点， what 一个点， where 一个点， when 一个点， why 什么 how 一个点。你们必须看到任何一道题，比如说看到这个 who 就立刻知道这个 who 是回答加介绍，看到一个 when you wonder 立刻知道这个是时间加具体时间加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立刻知道这个点是如何回答的，然后到底这个点你先知道这个点回答的结构回答的逻辑里面具体是哪个内容没有人 care， 好不好？而你如何能看到那个点到底是如何回答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明天上课当中要讲的内容，请你们100%记熟。 OK， 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做到请打9999。雅思口语第二部分先看一看长什么样子啊，应该大部分同学都是知道的，对不对？大部分同学有的很多同学考过试没有考过你也知道长什么样子。来看这么一道题， Describe a good photo of you taken by someone. You should say where it was taken, when it was taken, who took it for you, and explain why it was unforgettable for you.描述一个别人给你拍的一张照片，然后4个点，
谁在哪儿拍的，第一点，什么时候拍的，谁给你拍的，以及为什么这个照片对你来说非常的难忘，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 PAR 的题目。先看好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来说一些事情。很多同学觉得 PAR 很难，为什么难呢？同志们，你们来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你们觉得 PAR 很难？嗯，哪些原因？说不长，第一个，不知道说什么，无准备的话无话可说，没有准备的话无话可说。同志们，我们上课讲就要帮助你，我们就要帮助你没准备也能自然流畅的充分扩展。当然了，不是让你完全不准备哈，其实我们的趴一趴二趴三都是一样的，不是让你完全不准备，只是我们平常好好练习，上考场不纠结是否考到原题。我们的趴二素材传了吗？小雅，趴二素材是否上传群内了？传了是吧？行，来，我待会儿再说趴二素材怎么搞，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你们素材扩展出不来？什么叫素材扩展出不来？有些话题被问到想不到东西，感觉硕导最后没话说了。硕导，你是硕导？你是研究生吗？硕导这两个字你写的挺自然的。说到最后就没话说了，很多题目没啥可说的，行吧？按照 when 专题说就说不长，想到中文英文说不出，趴二趴三有点分不清，趴二趴三有点分不清，那你这是这个怎么可能分不清？回去再把那个我们传的视频看一看，好吧？趴二趴三分不清，说着说着很会卡，容易把里面的问题漏掉，感觉一堆东西想说，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老唠嗑哈。行，来看这里，我总结了一些问题，你看看，其实你们的问题都在这里。第一个，你们觉得自己说不到两分钟，这个问题很大。第二个，你们觉得有的题不知道说啥，对不对？第三个，你说这个题总体我知道说啥，但是这个题目当中四个小点，有的小点不知道说啥。哎，然后有的时候你说第四点，老师，这是学霸型选手，前面三个点说了很多很多很多，第四点没说到被考官喊停了，你就想，我靠，这题没答完扣不扣分啊？有人说，老师，我这个逻辑特别混乱，四个点瞎说。有人说，老师，我词汇语法不好，因为这个我中文知道说啥，英文就不会了啊。有人说，老师，这个你们没有提到啊，老师说了一些感觉不太有用的东西啊。有人说，老师，这个题目太多，每个季度考五十道题，咱们一个一个来解答一下，好不好？很多同学第一个觉得，老师，我说不到两分钟。现在我们来说一下雅思口语趴二让你说几分钟，趴二官方的要求是说多久，考官的要求是说多久？哎，对了，趴二要求是一到两分钟，好不好？那我们说到一分钟行不行？就说一分钟停了，自己有一个感觉哈。平常练就按照一分钟练的，说一分钟不说了，反正你说一到两分钟哈，行不行？不行，同志们，一分钟太短了，好不好？一分钟实在太短，没有办法充分的展现你的口语水平。我们就奔着两分钟去说 ，OK， 我们就努力去练习说两分钟。你说那我说不到啊？是你没有上我们的课呀？那是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学习啊，来练习啊。来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说，同志们，说两分钟可容易可容易可容易了呢。你不信咱们就学，好不好？ OK， 今天我跟你讲，很有可能今天讲完你就能裸考说两分钟了，明天讲完那一定能说两分钟了。 OK， 我们就努力做一个事情，我们就努力的说到最后被考官打断就好了，你一定可以。如果你没有说到被考官打断，那你就是没按照我的要求做。第二个，很多同学说，老师，有的题没有想法，有的题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比如说我这里放了两道题，先看第二道吧。先看第二道， Describe a public place that you think needs to be improved， 描述一个你觉得需要改善和提高的公共的地方。这个题是我们这个季度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很多同学看到之后，我靠，这怎么说太难了。 OK 啊，你11月19号考的，对不对？我说好难啊。你当时说的是什么呀？Flora， 你当时自己说的是什么东西？什么 public place， 什么地方需要提高升级改善？嗯，火车站啊。同学们哈，小雅已经在我们的群内上传了我们这个季度 PAR 的完整版素材以及我们的音频素材。 OK， 我的回答你们可以去学习，我的回答这道题在我看来超级之简单，但是很多同学觉得特别难，很多同学觉得没有想法，你们告诉我是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想法呢？很多同学为什么觉得没有想法呢？是不是觉得很有可能是你们想的太高大上？同学们，你们想的东西，你们非得想特别特殊的东西，你们非得想特别高大上的东西。对，想多了。OK，问的太宽泛是吗？问的太宽泛还不好，人家问的宽泛，那这个大的范围当中，你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讲的？如果我问的超细，你其实反倒可能没得说了，因为你没有那方面的经验呀。从来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我说的答案是什么？我说的答案是，有一个电影院，OK，public place，电影院。他们家没有可口可乐，只有百事可乐，而我喜欢喝可口可乐，我觉得这一点他们需要提高。对吧？你想的太复杂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想的太复杂了。我也可以说，我家旁边这个公园里边没有湖，没法划船。那怎么说下去呀？怎么说下去啊？那太容易说下去了，那么多点供我说呢。谁跟你说？我只是说刚才那两句话了。人家这个点当中问了哪些东西啊？这地方在哪儿？你多久去一次啊？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啊？什么的？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地方需要提升呢？它有很多东西啊。对不对？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地方需要提升？其实可能就是那其中的一个点啊，同学们。你还以为要拆房子修路啥的？你看你为什么觉得有的题没想法？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觉得有的题没想法？现在你们给我总结总结，为什么你们觉得有的题没想法？想太多，高大上是不是？我们中国同学从小到大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思维上的一个特点，不能叫毛病啊，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想的复杂，想的高大上。OK，太虚，我跟你讲，想简单一点，我求你们了，同学们，跟着帅哥当屌丝，好不好？哇，跟着帅哥当屌丝，来，你看上面这道题啊，Describe an exciting book that you have read。OK，描述一个你读到过的很刺激的一本书。什么叫很刺激？你说这个好难，很刺激的一本书。你们觉得不好说了？不好说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好说的原因是，你们纠结于这个"刺激"这个词，对不对？Exciting。同学们，这里你请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任何一个人有可能对 exciting 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好吗？任何一个人对这个 exciting 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们很有可能觉得 exciting 就一定是玄幻的、科幻的，啊，情节令人紧张的。但我有可能会这么觉得，就是我这本书让我很激动，对不对？我天哪，哇，这个烹饪书，我这本书，我如果学了几道菜，我可以给我老婆做菜，她会特别的开心，啊，exciting。对不对？That's super exciting，好吗？或者这本书，哦，天哪！You know what? Really? I mean, this book. After reading it for several times, I can learn everything from the book. And then when I chat with my friends, I can tell them all about the book. They will believe that I am a really knowledgeable person. I will have so many talking points with them. I will come off as someone well-read and well-spoken. Awesome! I'm so excited. 对不对？其实什么都行，同学们，你不要想得太高大上，好不好？看很多遍，感觉能背下来，书也很刺激，厉害了。你不要想得太高大上，简单一点。OK，我跟你讲，你就说个初中的这个英语课本，我觉得都行。只要你最后能把这个 exciting 说出来，什么都行。你只要能合理的解释，最后帅哥再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帅哥再告诉你们一个事情，你们觉得有些题没想法。有一个原因是你不懂雅思口语是怎么玩的。雅思口语是可以怎么玩的呢？就是 exciting。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说啥，你就跟考官直说：“对不起，我想不到一本 exciting 的 book，但我能想到一本就是非常 fascinating，还蛮好看的一本书。我给你描述那本书吧。”OK，好吧，这是可以的。
同学们，我没有说让你每道题都必须给改了哈。如果你好好答，能好好答，一定好好答。但是当你实在不行的时候，你可以拿一个把这个词给它改掉，这是 OK 的，好不好？其实是 OK 的，但我还是那个建议，能好好答，一定好好答。实在不行的时候，你可以改，这是官方的说法。昨天我给你们读过，你们记得吗？昨天我给你们读过，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一个悲伤的电影，你可以跟考官谈论一部开心的电影，好不好？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这个题没有想法，是因为你的思路的问题啊，是因为你这个你脑子想的太高大上，或者你钻牛角尖儿，是不是？人家说这个 exciting 就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你说什么都行，你只要给他稍微解释解释，带到那边去，就是对的，好吗？听懂清的八八八八。这是一个哈，那很多同学会说，老师有的小点我不会说，比如说老师你看这么一道题，叫描述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河，这条河长什么样？我靠，老师这个题怎么的？这条河长什么样？我哪知道长什么样啊？这好难说啊。有人说干净，太好了，鱼多，太好了，太好了。你们说什么都行，你说河旁边挺漂亮的，河旁边没树，太好了，河是黄的，太好了，太好了，有波浪也挺好的。同志们，实在不行，现在帅哥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实在不行，这点咱不答了，啊，这点咱不答了，好吗？行不行？这四个点，哪个点不好说，我不说了。怎么着？没人让你非得说，请你听好了，底下四个点，人家官方的说法是，你爱说就说，不爱说就算了，只要你自己说得好，什么都行。听懂了吗？听懂请打六六六六，只要你自己说得好，什么都行，好吧？但是一会儿我们讲到帕二帅哥给你们讲这个回答方法的时候呢，我会建议你们去说这些点的，因为他们其实可以帮助你回答，他们其实是很简单的哈。只不过如果你真的特别纠结某个点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纠结了，可以不答或者给他改了都行，好吧？那你看这个，描述一个你喜欢的家具 What it looks like， 这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What it looks like 一样的，随便说两句，白搭，不说了，好吧？有的小点不会说，你没有必要说很多，你可以一带而过，甚至完全不说，请你不要纠结啊！这并不是说我给你这道题你必须要完美的回答，都不是的。雅思口语考试就是你会什么展现什么，考官通过的是你展现出来的东西，给你打分。刚看到你微信。OK， 听懂打个九。下一个问题，很多同学会说，老师，我第四点没有说到，被考官打断了，前三点说多了怎么办 ？OK， 我知道有很多的雅思口语老师会跟你们说这个事情，很多老师，有谁之前你们的老师是跟你这么说的？现在请打一字哈，就是。前三点不重要，请你一带而过，用三四十秒赶快说完。第四点最扩展，最重要，请你充分扩展。有哪些老师？有哪些同学之前的老师是这么说的？请你打一字。有一些同学，请你们记住，这是对雅思口语考试的误解，好吗？这是雅思口语考试对雅思口语考试的是亵渎。OK， 认为这个考试必须是怎么着的？首先，考官在这里他没问你。他没有告诉你说你必须要说很多，或者你哪个点必须要说很少，他没说，那其实就主动权完全在我这里，我想干什么都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说了前三点，第四点没有说到被你打断，请你记住是你打断的我，我可能不是想听，是你不让我说了，对不对？请你记住，没关系的，好不好？你哪个点多说了，只要说得好都行。OK， 很多同学又说了四个点顺序我混乱了，这个怎么办？首先我给你们讲，同志们啊，雅思口语帕二四个点顺序混乱，先说哪个其实并不重要，官方没有任何的这个要求。听懂请打六六六六，还是那个，你不说都行，对不对？顺序混乱，其实官方的说法是没事，但是听好了，在我这里我认为这个很重要，你不许乱，我们一会儿会讲到。OK， 官方这里说无所谓，因为你只要说得好就行。但是在帅哥这里，我说你不许乱，因为你一乱很有可能你说不好。这是一个问题，同志们，我们这里要逆官方，不是逆官方。其实官方说的是你可以混乱，也可以不乱，你怎么说都行。但是我这里跟你说，你必须按照顺序走。听好了，
这是一个我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你必须按照顺序走，一二三四，他什么顺序你什么顺序，为什么？因为 part 二逻辑很容易乱，四个点其实我们不是很 care， 但是你自己把四个点乱了之后，你自己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逻辑。人家四个点放在这儿，如果你按照这个点去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扩展，对不对？它布局谋篇给你不好了，你按照这个去说，你自己也不需要琢磨了，其实是简单的方式。听到了吗？其实是简单的方式。如果你实力非常之厉害的话，你可以随便瞎说，你只要英语好以及你逻辑强大，你可以随便瞎说，口吻听起来也很好。但是以我的建议，以我的经验，就是你们不要这样按照顺序去说。事实上，帅哥考试，我跟你们讲，从趴一到趴二到趴三，帅哥上考场考试的方法就是我教给你们的方法。真的，我上考场也会用一种非常普通的从上到下逐点回答，每个段落去扩展的方式去回答，而这个其实足够你考九分的，说错了，足够你考六分七分的，对不对？你就按照顺序去说，虽然考官不是很 care， 但是我们 care， 好吧？下一个问题啊，很多同学会问老师，我词汇语法不好怎么办？同学们，你词汇语法不好，这是很多同学会问的，你们刚才没有人问。这个我还觉得蛮奇怪的，大家不要在趴二我们上课讲的时候说，老师我词汇语法不好怎么办，因为这不是趴二的问题，你们懂不懂？这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趴二的问题，这是你英语的问题，趴一你也会有这个问题哈，趴三也会有这个问题，咱这个不聊这个哈，我写在这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会问，但你们没有人问就算了 ，OK， 算了。那其实词汇语法这个东西我们在第一堂课说了怎么去提升，对不对？不管你是背99句啊，音频素材影子跟读背词啊等等等等，按照要求去搞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题目太多。我们每个季度，我说季度是什么意思呢？一到四，五到八，九到十二，雅思口语是这么设计的。一到四月是一个题库，对不对？每个季度呢通常都有50道题左右，一般来是51、52道。OK， 很多同学觉得题目太多。这样，我先不说题目太多的事情，我先说一会儿所谓的预测这两个字，好不好？同学们来听我聊一会儿预测这个事情。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课上和我们的群内，永远不要给我提口语预测。你们可以去提另外几科的预测，口语预测打死你不要提，你提我就把你踢出去。我可能踢不了你哈，但是我就这意思啊，你们懂吗？为什么？你这孩子什么？这谁啊？这是小雅，这个，我要禁止你提问和聊天。我踢不了你，但我要禁止你。哎，我这我踢出哎，我现在可点在这个地方了。你这搞什么？来，我说一下为什么，同志们。其实预测啊，每个季度就这50多道题啊，是不需要预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预测两个字，你们会觉得预测好像，预测其实不急，它就是题库，好不好？它其实就是题库啊，不是预测。但是呢，有的老师很有可能会给你一个所谓的小范围预测，我也可以随便给你们小范围预测，随便给你们10道题。8道题，然后跟你说70%中，你们就会超级之开心的，但是没有用，因为首先你过与不过和你中与不中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你们过与不过和你中与不中没有什么关系，你张嘴很有可能我说你不行，请你们记住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雅思口语考试你一定会让考官知道你自己的真实实力，OK， 考官一定知道你哪些题目是准备过的，哪些题目是你现场说的。你准备过也要有现场说的感觉，你的真实实力会展现在考官面前，这是一定的。OK， 你准备了那道题，你背了那道题和你过不过没有什么关系。我也希望大家平常去好好准备，你听好了，我不是让你真正上考场必须去裸考，我说的是平常好好准备，但是上考场不要纠结是否非得考到原题这个事情，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跟你说，我给你10道题，让你们记住70%中，你相信我，我一定有很多很多很多同学中。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多，对不对？
学生多，概率问题一定有很多人中。他们一中就觉得，我靠，帅哥真厉害，是不是？帅哥这个太厉害了。但是你可能会不中，对不对？因为毕竟我是十道题随便给你的，我随便给你，你不中，你会怎么想呢？哦，我是那30%，反正我只要跟你说预测两个字，你就永远觉得我没有问题。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永远觉得我没有问题，对不对？你永远会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而这个东西又会有个问题，我们同志们跟你讲，很多中国同学，很多中国同学正是因为有所谓的预测两个字，他们其实没有好好的提前开始准备雅思口语，他们觉得怕学早了，你们知道吗？有些同学说，老师，我4月份考试，是不是不能早点上课？我怕我忘了。怕你忘了，对吧？你是要提高你的口语的，你怕你忘了，就是因为你要去背答案。我们没让你背答案，你忘了，你确实，那你可能提前2天背了个答案，上考场没戏没过，然后你继续备考下一次，你觉得是你背的不熟，又下一次2个月又过去了。这是不对的，听到了吗？所以预测两个字在很多时候让你们没有好好学习，我对这两个字深恶痛绝。我为什么说其他课的预测你可以提？因为其他课的预测其实挺厉害的啊。比如说我同姐，社会我同姐，我同姐人狠话不多，对不对？杨彤老师，写作每次就考一道题，你说这能中，那是不是厉害？对吧？写作每次就考一道题，那能中就是屌啊，对吧？口语每次就这些题，反正你考这一道，我考这一道，大家都一定中啊。又不是口语就考一道题，你们懂不懂？所以我佩服我同姐。但是呢，帅哥在这个行业，口语这个行业待了很多年，我从来不提预测两个字。你们要懂，帅哥不傻。如果我要是我跟你讲，我要提预测，那我这个预测估计火太火了，是不是？我要微博发个预测，我跟你讲，能转500多条。对吧？行，不说了，同学们来这里，题目太多，不止。行，题目太多。首先，我跟你们说一点，就是你别抱怨题目多，有题目让你知道就不错了。我跟你讲，你怎么不说？那我干脆题目太多，我就不想这些题了呢，对不对？我就完全不想这些题了，我就有一道练一道不就完了吗？啊，给这得了便宜还卖乖，是不是？还嫌题目太多？别这样。第二个就是，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很好的去嫁接这些题目的，这个你们懂吗？雅思口语 PAR 是可以很好的嫁接的啊，非常简单。比如说描述一个公共的地方和描述一个公园就可以是一个地方，描述一个刚才那个需要去提升去改进的地方也可以是这个公园，对不对？描述一个老人可以是你跟这个老人一块去公园做什么事情，对吧？描述一个你喜欢的健身活动可以是公园当中的一个健身活动，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嫁接。但是帅哥现在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素材当中，我们的素材我没有给你们嫁接，我让你们自己去进行嫁接，好不好？我们的素材我没有给你嫁接，你们可以自己去嫁接，自己准备了一个答案，想一想另外一道题跟这个题目有没有什么关系，放到一块串题自己搞。帅哥要教你们的是，我们后面讲的逻辑扩展是高级嫁接方法。什么叫高级嫁接方法？我们今天待会儿就要看到了。雅思口语考试 PAR 其实就是那些小点，难道不是吗？ PAR 不就是这些小点吗？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只要你见到 who 立刻知道怎么答，只要你见到 where 立刻知道怎么答，只要你见到 when 立刻知道怎么答。事实上这道题的 who 和另外一道题的 who 可能是一个 who， 这道题的 when 和另外一道题的 when 可能是一个 when， 碰到 when 有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即使你的这个回答的内容不一样，但逻辑相同，我们这个叫点与点进行嫁接，所有题目其实都一样，好不好？我再说一遍，就是有可能内容不一样，但逻辑完全相同，逻辑相同，内容就是你随便往里添加的，因为内容不重要，听懂了哈？所以你不要抱怨题目多，题目其实没有那么多，你只要练习了一些题目之后，你发现大部分题目长得都一样。 OK， 好了，我说一下我们的这个 PAR 练习方法。我们上课会讲解逻辑扩展 PAR 的回答方法，下课你们要去练习。小雅已经在群内上传了我们这个季度50多道题的完整素材，以及
我的完整题目以及我的素材。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很简单，每个话题，听好了，每个话题里边的 PDF 先把词儿背了。我要求大家，我们的素材当中的词汇一定熟练背诵，扩大你的词汇量。你们总是嫌自己没有词儿，你也没有背呀，是不是？背词儿，扩大词汇量。第二个，同样的反复听 ，OK， 任何一个音频素材反复听很多很多遍，然后听多了之后努力进行影子跟读。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你跟不上，别纠结，努力跟就好 ，OK。然后，如果你哪个地方没听懂，别纠结，努力去听就好 ，OK。不用跟我说的完全一样。Part 二有些没音频，不是的，只有一两道题，两三道题没有音频 ，OK， 没有音频，您打开那个 Word， 你看一眼，为什么没有音频？发挥一下你的主观能动性，你看一眼，你就看到没有音频，你就不去想是为什么，你去看一眼。对，好了，同学们，这是我们的学习方法，但是我希望大家考前一定是好好去准备自己的素材的。我没有让你们上考场一定裸考，你们听好了哈，我没有让你上考场一定裸考。我们说的是平常好好准备，好好练习。上考场如果碰到一个没有准备过的题目，不担心，我们之前的很多学生都是裸考过的。OK， 还是那句话，你看到的这个题目是不是你准备过的，和你考几分没有直接的关系。帅哥的学生，我们杨家将们 ，OK， 我们有着优秀的历史、优秀的传统，很多学生根本不 care， 好不好？上考场，哎呦靠，这道题没有准备过，现说也过。那同志们自己准备自己素材的时候，听一下，我不让你们去完全背诵我们的答案。你可以去使用帅哥录的那些素材去答题，你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你想自己去准备，我建议你们真的好好自己去准备哈。我们的很多学生不太喜欢使用帅哥的素材，都喜欢自己说，我觉得特别好。如果你说老师我就是没得说，能不能用你的素材，也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但是当你准备自己的话题、自己的素材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完全写下来，好不好？写两百个字完全写下来，但你这个写不是把我的那个答案誊写下来，是你写自己的东西啊，完全写下来。写的话记住了，如果写你自己的答案，四个段落，写四个段落，每个点一个段落，好不好？每个点一个段落全写下来，写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下词法和语法，写完之后反复朗读，最后练习自己说。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不喜欢完全写下来，不喜欢完全写下来，那就写关键词，写一些 keywords OK， 写的关键词写完之后呢，按照关键词反复的张嘴练习说，并且希望你们去录音，好不好？给自己的回答进行录音，恶心自己反复说，这是你们自己平常练习的一个方法。我刚说了，如果你想用我们的素材可以使用，但是上考场记住，你是自己说出来的而不是背出来的。这里听懂请打9999，我们正式进入 PAR 回答方法。PAR 逻辑扩展，同志们，在 PAR 这个部分逻辑超级之重要。逻辑其实很简单，但是它很重要。 OK， 要清晰清晰清晰，请大家写上这两个字，清晰清晰清晰。说话不是给自己听的，请你记住哈，我们真正说话不是给自己听的，因为如果你想让自己听懂，没有必要说出来，对吧？说话是给对面那哥们儿听的。那如何让对面那哥们儿可以100%听懂呢？逻辑要清晰。所以后边我们要讲的东西很简单，但是我刚才说过，100%按照我说的做。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你会死得很惨。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你们可以试一试，明天在群内自己裸考题目，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其实跟你可以比你们之前说的好很多。你们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什么词法、语法或流利度的问题，但是你会进步，你会好很多。OK， 然后你再不断的进步就好了。同志们 PAR 逻辑， PAR 想打好，请你做到两个东西，大逻辑布局谋篇，小逻辑单点扩展，好吗？请把这八个字背熟，布局谋篇，单点扩展。什么叫做布局谋篇？什么叫做布局谋篇？布局谋篇就是你这个题目从头到尾两分钟说了哪些层次，说了哪些段落，能听懂请打6666。说话不是一句一句瞎说，尤其是 PAR， PAR1 和 PAR3 你可能就连下去了，就一段，但是 PAR 是分层次的，分段落的，因为你说了好久，对不对？你说了两分钟将近。那这个其实很简单，
布局谋篇到底怎么布局？同学们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从上到下，逐点回答，好吗？我们的要求特别的简单，从上到下一点一点的往下说，按顺序去说，OK？按顺序去说。你说老师，我刚才我看到了，刚才在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问你们觉得 part 有什么问题？有一位同学刚才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老师。当我按照一点一点去说的时候，我发现根本就说不了多少。那是你不会玩儿，你是怎么答的呀？Okay, so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photo taken by my father. It was taken in Yunnan province 2 years ago, like I said, by my father. And I think the photo was very unforgettable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photo that my father had ever taken for me. So I like the photo. The photo is in my bedroom. I see the photo every day. 对吧？你们搞完了，答完了，开玩笑，这哪里能说2分钟？你说老师，我按照你刚才说的呀，你不是说从上到下逐点回答吗？我没说完呢，是不是？我没说完呢。从上到下逐点回答，单点进行扩展，好不好？同学们，单点进行扩展，你别一句话就全都带过了。你看，你刚才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Yunnan 3 years ago by my father。你语法还挺好，一句话全能说出来，你真棒。你可不敢这么打，我的天哪，作死呢！你们应该怎么打？听好了，单点进行扩展，每个点能说就往下说，好不好？我们在 Part 一的部分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能扩展则充分扩展，不能扩展则自信停下。Part 二，你可不敢自信停下哈。Part 二可不敢自信停下哈。Part 二，能扩展则充分扩展，不能扩展则一带而过，好不好？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充分扩展，帅哥给你答一个。Ok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photo of myself taken in Yunnan Province,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very south of China. I'm not sure if you know this place, but maybe if you ha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some years, you have heard about this place before. Yunnan basically in Chinese means south of the cloud. So according to the name, it sounds like a really gorgeous place, and it is pretty. I mean, the views there are spectacularly beautiful. Everybody wants to go there on holiday and take pictures of the amazing place. It's mainly famous for its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many lakes. And in Yunnan, there's a place called Yuanyang, which is well known for its rice terraces. So this photo of myself was taken 3 years ago in the middle of the winter vacation, actually,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My parents wanted to go somewhere on holiday, and then my dad had heard about one place, Yuanyang, like I said before. My dad had heard about it from his friends, so he suggested that we go there. So yeah, we just went to Yunnan, we went to Yuanyang, and then when we were there, this photo was taken. This picture was taken by my dad, who is an amateur photographer. He's not a professional one because this is not his job. He's a computer programmer, but my dad has a passion. He likes taking photos.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e likes to do in his spare time is just, go all over China with his camera and find beautiful, gorgeous places and then take photos of those places. So when we were in Yunnan, in Yuanyang, in this place, my dad one day was busy taking photos, and then I happened to be blocking his camera at one point. He just took a photo for me. Anyway, I think this photo was really unforgettable for me, mainly because it's not because of the photo, it's because of the place. We went to Yunnan, and that was so spectacularly gorgeous. I mean, the views there were breathtaking, and we had a great time there. So now, when I look at this photo, I can remember what we did and the fun time we spent in Yunnan. Okay? 来分析。现在我们来分析我是怎么答的，好吗？我上来说，我要描述一张我的照片，照片是在云南拍的。答了什么？答了第一点，云南，对不对？云南。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呢？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开始对云南进行充分的介绍。你说老师，我介绍不了那么多，你也没有必要非得介绍那么多，你能介绍多少介绍多少，反正我是对云南进行了一个介绍，对不对？下一点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这个照片是在三年前拍的，我给了一个时间，对不对？回答了这个点，但是我认为三年前有点宽泛，我说是在冬天的时候，我认为冬天也有点宽泛，我说的是春节之前，对不对？时间，具体时间。然后我说为什么是那个时间，为什么是那个时间呢？我爸妈想出去旅行，想去度假，而我爸爸正好听说了云南元阳这个地方，元阳的梯田非常的有名，你们待会儿下了课可以查一查照片。我爸正好听说了这个地方，所以我爸爸建议我们就去元阳，这是我的第二点。第三点，我先说的是我爹给我拍的，然后我对我爹进行了扩展，对不对？我说我爸其实不是个，是个业余摄影师，他的这个主业是什么呢？他的主业是个 computer programmer。OK， 但是他业余的时候经常喜欢拍照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跟你被拍有什么关系？我爸在云南在元阳的时候有一天就不断的在拍照，我碰巧挡到我爸照相机了，我爸就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最后一点随便说两句就完了。同志们，我通常跟大部分老师讲的不一样，我就跟你们说第一点充分扩展，第二点充分扩展，第三点充分扩展，第四点嘿，我跟你讲你可能都没有时间扩展了，到时间了随便说两句得了吧。所以第四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跟你讲，如果你有时间你就多说，能说你就多说，说不了就算了。很多同学认为第四点最重要，帅哥跟你说这一点其实没有哪个点最重要。所以你看啊，同学们，你们说话，你们怎么不说话了呢？看这里，为啥第四点字号比上面三个大呢？你是下课这，哎呦我的天哪，你管他为啥大呢？怎么你管他呢？我觉得有可能真是好看的原因啊。同志们，这不重要，我都跟你说了，这不重要，好吧？你别管他，就算人家设计的时候他人家觉得好像这点能多说，但是实际操作不需要，好不好？实际操作不需要。如果你不信，你不信那你就不信，爱信不信。来，那我接个水啊，我这一口老血吐出来了。来来来，同志们好，记住我们尽量的单点进行扩展，但是单点怎么扩展先不要着急，先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里其实说了大逻辑是布局谋篇，咱先把布局谋篇的事情说完，然后进入小逻辑单点扩展，一会儿来看小逻辑好不好。从上到下逐点回答，单点进行扩展，每个点使劲说，说不下去往下说，如果你实在说不了就一带而过，听到了吗？实在说不了的话才一带而过啊。 OK 啊，你们在 PAR 两个点进行过渡的时候，你可以偶尔使用一下这个词 anyway 好不好？偶尔使用一下 anyway 这个词，就是一个点不说了说下一点 anyway，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渡的方式，会让你的口语听起来非常的自然啊。我就不给你们做例子了好不好，你们就那个今天下课之后，今天明天的时候反复去听我的 PAR 各种题目的回答，你一定会经常听到 anyway 这个词。这里我说了一句话叫做尽量不要串点，这个超级之重要，尽量不要串点。你们告诉我什么是串点呀？串点的意思很简单，其实就是你可能在说前边点的时候把后边的一个点也给提到了，是不是？这个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现象，但是我希望你们尽量不要串，尽量不要串啊！你看很多同学有可能会这样的，
Ok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photo of myself taken in Yunnan province. Yunnan is a beautiful place in the south of China, and I think this photo is very unforgettable, mainly because of the place we went to. My parents and I went there, and we took many photos, and we had some amazing local food. We saw so many amazing and picturesque places. 你从第一点就把后边给说了，你相信我，你打死也说不到两分钟。因为你发现你第三点第四点说了一下，你也发现你把你的 parents 也提上了，有可能你这个 parents 就是给你拍照的人，所以你把这点也提上了，没准你一句话蹭就把这个第二点也提上了，对不对？你把所有的点都提上了之后呢，你对这些点就没有了扩展了，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你把这些点都提上了之后，你对于这些点就没有了扩展，没有了扩展说到两分钟就困难了很多，听懂听懂，9999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把这些点串到一块儿的时候，你其实会发现自己的逻辑特别的混乱，是不是？你会发现自己逻辑特别的混乱，而逻辑混乱的直接原因就是流利度和连贯性这个评分标准不好，尤其是连贯性这个地方，因为乱就是连贯性不好，考官在这个地方给你扣分，那它会有一些副作用啊，不是副作用，会有一些这个附带的一些东西，就是逻辑不好，你的大脑就会想着这个逻辑，就会控制这个逻辑，但这个时候你的词汇法也就不好了，因为你的大脑就已经没有时间去想词汇和语法了，全想那个逻辑本身的地方了，你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好。所以我这里说了一句话，叫做尽量不要串点，尽量不要串点，说第一点就说第一点，后边不要提到，第二点就说第二点，后面不要提到，第三点就说第三点，后面不要提到，尽量不要提到，好不好？尽量不要提到，你万一就是提了呢？你万一就是提了怎么办？万一就是提了，那你不要太纠结。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道理你都懂，你别跟我说下一句，我跟你讲不要这样，好不好？意识决定物质，请你记住，别道理你都懂，你应该说道理我都懂，我也能做到。今天早上我在群里面给你们上传那条新闻啊，我真的没想到那个热评第一条是三个字，真有钱。然后人家给他回复，我说你这个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是不是？就是你看到这么美好的事情，你的第一反应是真有钱，对吧？你觉得都是有钱人能做的事情，不是的，穷游的多了去了。但是呢，你就是因为物质决定意识，觉得自己没有钱，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当你这样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不好的境况，啊，埋怨给自己旁边的周围环境，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不好？来，回来，要积极，要乐观，你可以。同志们，听我说，如果你第一点串到后边去了，比如说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photo of myself taken in Yunnan province, and I think this photo is very unforgettable, mainly because of the amazing views there. Yunnan is so beautiful. And 你发现自己说了第四点，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赶紧回到第一点。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要做的事情是赶紧回到第一点。介绍云南。Yunnan is located in the very south of China. It's mainly famous for having many ethnic groups. As far as I know, they have about 55 peoples there. I mean, by peoples, I mea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also, Yunnan food is amazingly delicious. 等等等等，赶紧回到第一点。然后第一点好好说，再去说第二点。第二点好好说，再去说第三点。又说到了第四点。你本来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些第四点的内容，这个时候你把第四点的内容，把刚才提到过的东西再重复一遍是没有关系的。听懂听懂，7777。我前面说了， I think this photo is unforgettable mainly because of the amazing views in Yunnan. 在第一点的时候说过了。然后最后又提到这里了，你说 I think the photo is very unforgettable because, well, like I said before, my parents and I went there and we thought that the place was extremely beautiful. I mean, it was spectacularly beautiful and we took amazing pictures over there. 你可以重复一下，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会认为你这个重复是不好的。OK, 甚至考官觉得不错，前后呼应。但是呢，你要说这么一个表达，叫做就像我刚才说到过的 ，like I said,
like I said before, like I mentioned earlier. Okay? Like I said before, like I mentioned earlier. 好了，那同志们，这是我们大逻辑的第一点，不拘谋篇，非常简单，从上到下逐点回答，每个段落单独进行扩展，最好不要串点。听懂请打一二三四。我这里来画个图哈，同学们，我们答题，你看从上到下逐点回答，每个段落分开，每个段落单独扩展，那不就是达成了长成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吗？哎呀，我这画的太丑了，对不起，对吧？就是等于你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四个段落，是不是？大逻辑，同志们，说话要清楚，你要让别人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雅思口语考试评分标准当中有一项啊，叫做 discourse markers， 有一个东西啊，这个逻辑结构语言标志，逻辑结构语言标志，就是我要说任何东西之前呢，都会提醒一下你我要说这个东西了。我要说任何东西之前都会提醒一下你我要说什么东西的，目的是让你可以跟着我往下走，能听懂我的意思吗？目的是让你跟着我往下走，永远知道我在做什么，逻辑要清楚。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每个段落的第一句应该是这个段落的主题句，这个你们肯定是能理解的吧，因为你们写作也会这么写，对不对？每个段落的第一句是这个段落的主题句。同学们，现在思考一下，我刚才这道题答题的时候，你们觉得逻辑是不是特别的清晰呢？我应该是，除非你没有听懂我的英文啊，如果你没有听懂我的英文，你的听力不好，那我觉得咱们先不要去聊。但是如果你听懂我说的每个词每个句子，你应该完全知道我聊的某个东西是在哪个点上聊的。OK， 我在说什么内容，你是一定知道的，你是能跟上我走的，而不是你跟着跟着就把我跟丢了。你为什么可以跟上我走？因为我在说每个段落的最开始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我都对这个点进行了更多的扩展，其实就是我男神讲的 idea 加 support。同志们，我们之前说趴一趴三，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你可以 support 加 idea， 但是在趴二这个地方，请你们严格按照 idea 加 support， 好不好？趴二跟趴三和趴一有一个区别，就是趴二是你可以自己去思考的，你可以思考一分钟的时间。 OK， 趴三我之所以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是先 idea， 是因为没时间琢磨，趴二给你时间琢磨了，你琢磨好去说，好不好？所以你看我第一点是说什么，我要描述一张在云南拍的照片，然后我才扩展云南。这张照片是三年前拍的，然后我扩展三年前具体的时间以及为什么是那个时间。这张照片是我爸爸拍的，然后我扩展我爸，对不对？每个段落的第一句是这个段落主题句，听懂请打100万。 OK， 每个段落的第一句是这个段落的主题句。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段的第一句，好不好？第一段的段首，第一段的第一句啊。事实上，第一段的段首都不只是一个段落的主题句，第一段的段首是全篇主题句，对不对？上来用一句话告诉考官，我要描述什么东东。这里，同志们，我们来说两个句型，两个半句型，请你们听好了。我们开头第一句话，严格按照我说的做，你敢不按照我说的做？我也没有办法，其实，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不按照我说的做，你很有可能会出错，好吗？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句型去做就可以了。全世界所有雅思考生都用这个句型，考官也不会认为你是背的，考官也不会认为你是模仿，因为我们用的这个超级之简单的句型就是一个 native speaker 第一反应的句型，好吧？来看这里，我们把第一段的第一句全篇主题句分成三种不同的题目。三种不同的题目，哪三种不同的题目？第一个叫做全篇大部分是一般现在时的题目，第二种叫做全篇大部分是一般过去时的题目，第三种叫做未来或者虚拟语气的题目。什么叫做全篇大部分是一般现在时的题目？就是一些一般现在普通情况，比如说描述一个老人，他让你描述的不是一个曾经你见过的老人，是描述一个老人，
OK， 描述一个大公司，它让你描述的不是曾经去过的一个公司，而是就是这个大公司。描述一个公园，它让你描述的不是曾经你去某个公园的经历，而是就是这个公园。所以我们说这种题目叫做全篇大部分是一般现在时。为什么是大部分？因为扩展的过程当中，没准有的时候你自己讲了个故事，那是你自己选择的。但是其实你选择讲故事全篇大部分也是一般现在时。第二种，全篇大部分是一般过去时，那这里答的就是这个经历一个事件啊，描述一次你做了某件让你自己感到很骄傲的事情，对吧？描述一次你帮助某个邻居的经历，描述一次你买了什么东西令你很开心的经历，描述一次你教一个家人某件事情的经历，描述一次某一个朋友或者亲戚或者谁拜访你家的经历。这是第二种，叫做全篇大部分是一般过去时的题目。第三种，未来的题目，描述一个未来你想去度的家，描述一个你想学习的技能，描述一个你想做的工作，描述一个你想住的房子。 OK， 同志们，这三种题目我们的开头稍有不同。第一种题目，全篇大部分一般现在时，题目的开头超级之简单，超级之简单。 I'm going to talk about， 请记住这里点点点，在这里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后边再给一个从句 who 或者 which。 比如说我要描述我妈妈，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y mom who is in her late 40s， 快50了。比如说这个题目是描述一个大公司，我的回答是 I'm going to talk about Huawei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mpanies in China。 这道题是描述一个公园，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ark close to my home which is my favorite hangout。 描述一个名人， I'm going to talk about Lee Hong who is my all-time favorite singer。 请你们不要这么答，如果这个题目是 Describe a famous person in your country， 不许。 OK，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famous person in my country is 王力宏。不许这么答，因为这么答你很有可能会犯错，我刚才其实就犯了个错，你们听出来了吗？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famous country is 王力宏。没听出来。Is 王力宏，两个谓语嘛，是不是？语法不对。而语法为什么不对？原因是你的开头有问题，你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考官说 Describe a famous person， 你说好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famous person，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建议你们在第一句不要说废话，好吗？ Part 开头第一句不要说废话，直接上来回答这个题。 Describe a famous person in your countr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王力宏。在这里立刻给出回答，好不好？ I'm going to talk about 王力宏，你可以后边添加 Who is a very famous person in my country。 听懂请打九。描述一个你经常去的公园， Describe a park you often go to， 你不要说 OK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park I often go to which is the park near my home， 不要这样，直接说 OK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ark near my home which is a place that I often go to。 OK， Describe a knowledgeable person， 不要说 Alrigh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knowledgeable person is my mom， 不要这么答，直接说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y momWho is a very knowledgeable person？ 听懂了吗？在这个地方，直接给出一个回答，好吗？这也不是什么机智，这是尊重人家。就是我问你说，描述一个老人，你说好，我给你描述个老人，这不废话吗？我说描述个老人，好，我给你描述我爷爷，这样多好。好，这是全篇大部分一般现在时的题目。第二种，全篇大部分一定要把那个句型背熟，你们听好了哈。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在最开始跟你们讲过，我们要讲的所有的方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你们要百分之百按照我说的做。很多同学开头稍微错一点立刻就错，待会儿我们要讲的段落间的过渡也是一样的，我让你们用什么句型过渡你们就用什么句型过渡，不许给我用别的东西。我没有说别的东西一定错，但是以我这么多年教雅思口语的经验，就是你们很多人不用我们说的这个就很有可能错，我希望你们不要错，我们避免这个错的可能性，好不好？来看全篇大部分是一般过去时的题目，就是曾经的一个经历，讲一个曾经的故事。我建议你们更多的使用第二个句型，这里第一个是可以使用的，但我们不多说。第二个，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me when I did something，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time when I did something. 比如说，描述一次某个人拜访你家的经历。Ok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me when my sister visited my home. 或者 I'm going to talk about 有一次 a time when my sister visited my home. 描述一次你买了某个东西令你很开心的这么一个经历。Alrigh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me when I bought a mirror from IKEA. 描述一次你帮助别人的经历。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me when I helped my neighbor. 描述一次你教某个朋友或者家人某件事情的经历。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me when I taught my grandmother how to play football. 描述一次你做了某件事情令你很骄傲的经历。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me when I proposed to my wife. 好不好？描述一次你迟到的经历。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me when I was late for 2 days.什么时候用的，什么时候用的就是你如果想说那一次的经历，可能就只有一次，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其实你发生过很多次，你要描述其中的某一次。能理解吗？我帮助别人很多次啊，我帮助我这个邻居很多次，你可能会讲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time when I helped my neighbor. 我只帮助过我邻居一次，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me when I helped my neighbor. 但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重要，没有太大关系。好吗？这个没有问题。现在99，99，请完全按照这个句型做，完全按照这个句型做，求你们了。好，最后一种开头未来或者虚拟语气的题目啊，同学们听好了，雅思口语 Part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型的题目，就是未来的题目。雅思口语 Part 的未来不出意外都是虚拟语气，因为它的题目长相全都是 describe something you would like to 怎么着。比如说，描述一个你想住的房子 ，describe a house you would like to have. Would like， 你们告诉我这个 would like 是什么意思？它代表了什么呢？Would like 代表虚拟。什么叫代表虚拟？你要知道 would like 它本身就是虚拟语气，它那个虚拟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吧，你未来能不能住其实不重要，你只要说一下自己想住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就 OK 了。所以这可以是你想象的，你可以就是黄粱美梦白日梦，想得美，能理解吗？所以我说描述一个你想住的房子。 OK, I would like to live in a house under the sea. I would like to live in a huge house on the beach. 对不对？描述一个未来你想去度的假。 OK, I would like to go to Fiji on vacation. 随便说，你只要随便说，你是在想象，好不好？你的回答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虚拟语气。 If I wentTo Fiji, I believe I would go there with my wife because if I went with another girl, she would kill me. 但是我未来是否一定会去 Fiji? Come on, it doesn't matter. Look, maybe you're never going there because you're just imagining going there. 能听懂我意思吗？你只是在想象。就好像考官说，描述一个未来你想去工作的国家或者城市，你说不，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就想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城市待着，考官会跟你说不不不，我的意思不是你必须要去哪儿，而是如果让你去你去哪儿，这叫虚拟语气。 If you went to another place to work or live, where would you go? 所以这种未来虚拟语气的题目，它是 would like to， 我们的开头其实也就是 would like to。 你看我这里，Well, I would like to go to Tahiti on vac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scuba diving in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tour guide. I would like to. 见到题目是 would like to， 你的回答就是 would like to。 听懂听讲101。好，这还是我们大逻辑的地方。大逻辑不举谋篇，从上到下逐点回答，单点进行扩展，尽量不要串点。第一段第一主题句。分成三种不同的题目，给出三种不同的主题句。我们来看下一个
段落间过渡，第二段的第一句，第三段的第一句，第四段的第一句，一到二，二到三，三到四，怎么去过渡？同志们，回过头来还是看一看我刚才这个照片的回答。我第二段是怎么说的来着 ？When it was taken, when it was taken， 我直接说 ，Well, the photo was taken 3 years ago， 对不对 ？The photo was taken 3 years ago。Who took it for you？Well, the photo was taken by my father. 然后我会进行扩展。Why it was unforgettable for you? Well, I think the photo was really unforgettable, mainly because... 其实我每个段落的开头很简单，就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后边扩展就 OK 了，听懂其他意思。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最基本的一个段落间过渡，就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后边进行扩展。所以看这里。二三四段的第一句直接给出段落主题句，后边进行扩展。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要求，尽量使用问题中的句型作为开头。你们再看一遍。When it was taken, well, the photo was taken 3 years ago. Why it was unforgettable for you? Well, I think the photo was really unforgettable for me, mainly because...我尽量使用这个相同的句型进行开头。很多同学有可能想把这个句型改了，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你尽量别改。因为第一个，你不改，我基本能保证我这个语法是正确的，听懂清单六。不改，我基本可以保证这个语法是正确的。二，我不改，跟这个语法一样，那就特别的清楚，逻辑特别清楚，考官就一定知道我说到这儿了。Well, I think the photo was really unforgettable for me because 考官一定知道我在说这个点，逻辑清晰，连贯性好，逻辑好。能听懂我的意思吗？很多同学在第四点，就是 why it was unforgettable for you 这个地方，他特别喜欢改别的句型。The reason why it was unforgettable for me because 这个句型有没有错误 ？The reason why the photo was unforgettable for me because we went there, we stayed in Yunnan for 5 days.有错误，少了个 is， 对不对？主要就是少了个 is 这个事情。我就给你个建议，你们就完全不要改，听到了吗？我们再举一些例子好不好？咱们看一些题。我现在可能，来看这里，来看这里。比如说看这个 ，Why you think this person is popular? Why you think this person is popular? 不要改，直接来。Well, I think he 或者 she 或者 Jack Ma 都可以啊。I think he is very popular in China because... OK, 直接来，按照这个句型来。Who you went there with? 跟谁一块去的？We went there with my dad. 直接来。Why you went on that journey by car? Well, I went on that journey by car because... 直接来。好吗？ Who you do it with? Well, I often do it with my grandfather.Why you enjoy doing it with this person? I really enjoy doing it with my grandfather because... 好不好？直接来。When you taught this person? I taught my grandfather 3 months ago. 有一些不行哈，待会再说为什么不行。When it happened? Well, it happened 3 months ago. Why it was unusual? Well, the meal was really unusual mainly because... 尽量按照这个句型来，听懂清单100。但是有个问题，你也发现了，有一些小点好像用那个句型没法答，有一些小点好像用那个句型没法开头，对吧？比如说他问你这个公园长什么样 ，What the park looks like， 你非得说 The park looks like， I don't know， 你没法单独找个词放在这里，对不对？这种情况怎么办？这种情况我们使用一种刚才在。第一个段落的第一句我不让你们做的方式哈，就是我刚才不让你们在第一段第一句，也就是帕尔回答的第一句话重复考官问题，但是在段落中间我们可以重复考官问题，段落中间可以重复考官问题，因为我其实答了一会儿，中间思考一会儿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我可以把这个题念一遍哈，比如说啊，我怎么认识他的 ？How I know him。Well, as for how I know him, you know, 3 months ago, I remember one day, I think it was a Saturday, I went to a park,
等等等等。或者 why I like this park? Well, in terms of why I like this park, you know, 或者 what business this company does? Regarding what business this company does, well, 你可以把这个题念一遍，可以念一遍。念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使用这么三个表达。As for, in terms of, regarding. 如果你用念题的方式，如果你要在这个题目之前加入这么一些表达的话，请你从我这三个里面挑，听到了吗？从这三个里面挑，尽量不要说别的，你们说别的很有可能会出错。当然了，你有可能不用说这几个表达，而是直接念题，这也是可以的。举例，比如说答题的时候啊，说到这儿了，看到哈。I'm going to talk about Jack Ma, who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eople in China. He'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because he's so wealthy, and also he is rather influential in my country. Jack Ma is the founder of Alibaba,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of all time in China's history. And they have a website, Taobao.com, which is used by everybody, especially young girls. For example, my wife uses Taobao every single day to buy anything.Books, bicycles, yeah, she bought 2 bicycles last year, shoes, clothes, and so on. What kind of person he is? Well, the first word that comes to mind is that he is rather charismatic. I mean, he's not very good looking, that's for sure, that's well established. Nobody says that, no. 我这是怎么过渡的？我就直接说 well, what kind of person he is, you know...我就直接读了一遍，其实这是 OK 的，听懂我的意思吗？直接读一遍，但是你自信一点读。What kind of person he is? Well, 好不好？听懂，听到九九九九，啪一可以念题吗？回去复习我们之前讲过啥？有个小事儿，有个小事儿，同志们。第一点到第二点，第二点到第三点，第三点到第四点，有四次过渡的机会，但是你们不许每一次都念一遍题哈，同学们，你们不许每一次都把题念一遍，好不好？啊，每一次都念一遍就显得英语特别不好了。我建议你们最多念两次 ，OK， 最多念两次，最好念一次，这样的话显得你说的还是不错的，好吗？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段落之间的过渡，二三四段的第一句话。现在咱们最后。在大逻辑这个地方最后来看一看结尾句。结尾句。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同学的大部分回答来说你是没有必要说结尾句的，你们可以告诉我是为什么吗？因为你相信我，你们应该能说到两分钟被考官打断，如果你真心好好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说的话。但是你万一就是没有说到两分钟，万一就是没说到，你也说不下去了，那你就这里随便说一句话，背熟一句就可以了，两句话不用都背熟，好不好？第一句 So yeah, I guess that's pretty much it. So yeah,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I guess. OK, 随便说一句就可以了，自信结束。同志们，这里的句型，这里的句型和这里的句型，请你们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做，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做。我没有说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就一定犯错，但是以我的经验，很多同学都犯错，而我不希望你们犯。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97.63%不会犯错，好不好？好了，同志们，回到这里再看一看逻辑。大逻辑不拘谋篇，小逻辑单点扩展。不拘谋篇，咱们就说到这里。我刚才提到了。从上到下逐点回答，每个段落都尽量的进行扩展，但问题是怎么扩的呢？这里涉及到单点扩展的方式。我们休息五分钟，回来之后继续从这里开始讲。好，我们课间休息五分钟，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刚